仓鼠。嗯，腮帮子里都是东西。我就是橘子酱，邪恶的橘子酱。好好好，邪恶的橘子。啊，这狗头的基础空速哦，好像还行。感受我的痛苦吧。我的符文基本都大概放在这里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我不是下午班，我只是最近就是把时间空出来了，然后明天。我的问题，打狗头他如果前期这样放线，你直接慢慢树山推进去就行。我们这里掉了两个近战兵，好像掉了还蛮多，那三个都全掉了，还行，经验不掉就好。蓝枪怎么两个头了？剑魔其实是有伤害的。你的毁灭在召唤。你再等一个 Q 他就死了。那我就塔就打了我们一下。丝滑流畅，带小公式他妈带。有的哥们问 A A 是怎么 A 的 ，A A 你只要放脚底下就行，就是你的 A， 尽可能放脚底下就行。这里男枪都没来抓，我这眼直接放这里就好了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升破罗，升成一层，他踩的话就两层，这也可以加攻击力。这是一场崇高的屠戮。升成他也加攻击力，对方把他踩掉也加攻击力。妈踩掉了，两点攻击力，准确是 1.2。然后我这把带的是风暴加这个绝对专注，伤害会很高很高。你打狗头不带爆破，浑身难受是吗？至尊的 Dragon X 好用吗？还好。而且有风骑啊，有风骑其实剑魔不是很怕抓，你打个风骑就直接溜了。剑魔其实还真挺怕被抓的。感谢改个名球中奖送的办卡，不抓死了，那这样还挺悲的。还有中路人啊，四成了已经，对，你四成加了5点攻击力。这男枪在干嘛？炸鱼。压他打就行了，那男枪好像不来帮他，狗头只要没人来帮他就压了他打就行。
但是你要他打，是你要取得足够大的优势，你才可以这么做。哎呦，他这个阳痿直接重置我那个挺 A 的，我跟他换着，我来上岗位。喂，好，来了个女人。对，就是你 A 的时候，如果狗头给你放阳痿，是可以打断你平 A 的，这个应该很少人知道，很少很少的。啊，其实我在想，要不要不带那个超燃的？我感觉绝对专注加破罗好强啊！直接12点攻击力了，现在这才7分钟， 12点攻击力啊！征服者7级有多少攻击力呢？点满，能到12攻击力吗？感觉很难到的。征服者这时候能叠到12攻击力吗？不空线跟他玩吗？也不用。还要回家，我们这里直接猛推就行。有没有算过征服者这个等级他是多少？还不走啊？征服者有坚毅不倒，但坚毅不倒你要残血他才有，其实你吃不满那个。嗯，这人不对劲。爱人精狗头，他直接走到我脸上，把我的三段 Q 都吃完。这男枪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这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耻辱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他一定会回来找这个场子，所以我得走了，永恩不见了。我还是个终结吗？我没终结，我还差100。打点我天使，你可以带疾跑，然后布甲四红，点一个魔抗，有必要的话就魔抗护甲一起带，啊，魔抗护甲一起带没关系。风暴聚集出来了，走喽，溜溜球喽。再加6点，叠线上还是真的挺好叠的。嗯，看情况，如果我这个线没压力，我就不买。我觉得如果可能买个药物。他 W 只算一段伤害，永恩死。有人要来吗？我就走就行。我操，跑得跟鬼一样。他以为我走了，没走。
他是以为我走了，他走了。绝对专注是 30% 以上啊， 70% 以上生命值，他有那个攻击力，会给你一个自信的攻击力。这个挺赖的。那假设如果剑魔他都是一直满血状态的话，当然也不是说满血。这个东西怎么讲呢？你不可能一直残血，不可能一直满血，得看你的灵活多变。我眼为什么插线上？因为这里会有个小骷髅。他喝完不要讲话。嗯，有个小骷髅。他可以给你增加这个。你感觉不实用吧？这个吗？开大会放大攻击力的。这加八点七层，这一层如果有人踩，我就插个眼就走了。绝对加就加，真一不挡的情是无敌，天才的。你干脆征服者坚毅不倒，对吧？绝对专注再顶个风暴，两个都触发不了，是吧？直接卡半血，两个都触发不了。什么呀？有一个人。你插过去了吧？防御塔渡即将脱落。Killing spree.有人要来了呀，感觉。要问吗？收到了死人。而且还有大，也没大我就可以打了。认真打，必须给你诚意。好。吃这一个大死，15分钟，这还有个大眼怪，坏了，他把这个先锋给打了。冰刀来了，16分钟，171刀。我这把好像还没刷队友野怪子。171刀，1秒1刀。哎呀，1秒1刀！你们玩游戏能不能做到1秒1刀呢？如果玩游戏可以做到1秒1刀，你们能不能做到呢？1秒1刀啊！
狗头的东西真难杀哟。开不开大人？反向跑。放他，放他走吧。有点恶心，有点恶那些视我为敌的人，来者不拒。好了。我的永恩还在中路浪，这不搞笑吗？这个永恩嘛。300块，这么值钱还出来浪吗？走了，这么值钱还出来浪？这么值钱还出来浪？不出破镜者了，直接买这个。Hello。这好像挺猛，直接31固穿好了。这好像挺猛的，我操！都不出破剑者，直接第三剑直接走出团团，这样可以直接穿团。也算提前适应新版本的，嗯，也算好，确实缺菜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刚才这，我操！刚好把我大开了。哎呦，刚好把我大开了，太可惜了，刚刚好把我大开了。新版本门破剑者的，对新版本破剑者不太行，是不太好放。没有啊，挺好放的。嗯，好好放这里就好。好，就放这里就好。我操，全部买船长，他是唯一被动的，他不能买两个。哦，哇，还真是暗影破剑，2300，巨蛇之牙。神凡人，他们全都该死。这是夜宵吗？不，这是晚饭。永恩把我宰了1000块。小问题，如果是需要单带的话，第三件破镜者；如果不单带就不需要了。我刚把大楼开了。我对符文的理解像瑞兹，哈哈哈，还行。你这么说的主播也掉头发是吧？我靠，你可别诅咒主播了。我才刚30岁啊！啊！啊！别杀了！哎呦，我真的是，还得破剑者。哎，还得破剑者呀！哎呀。坏了，没破剑者有点脆，光头都是高手，27，打人是挺痛的，就是没 CD。而且他那追光好像走不出去。嗯，我被减速到了，没韧性，没有 CD， 挺极端的，这样子做。算了，就这么买吧。这把应该不会出幺蛾子，感觉。
这皇上挺厉害的。是吧？就会吧。嗯。OK。吃饭去。嗯。吃饭去。嗯。飞机猴子。我想要你的双 buff。身后有没有人？这大爷好，好会走。感觉还是得那个破镜者，不知道为什么怪怪的。感觉还是得破镜者。哎哎哎！我操别！我操别！哎哎哎 ！bug 没有，那防御塔爆了，爆就没伤害了。坏了，好像不出破镜者主播成笨蛋了。还行，拿下拿下拿下，伤害四高，但是打空了好像就没了，好像还得破镜者，得容错。那也拿下，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注。